好不好？ 那现在你在还早起床啊？刚刚是去穿啥的嘛？大伯，大伯，大伯。 阿佳，阿佳，阿佳。 阿姐，你先别紧张嘛，我是因老公瑞德啊，你干嘛紧张？其实我跟你叫客厅，才登记厝的吼，嘛真方便啊。嗯，你讲安尼，你有两个后生在病院做事，啊，拢忙来接你，这趟讲话得过。<笑>我唔是唔知影讲病院有外无用啊啦，我嘛无希望因为着我接送外大安尼哦，开遐时间。哇妈，你这话哦，那是去互你迄两个后生听着，因两个根本就不不着啊。<笑> 阿姐，啊，咱拄则倒啊，就到门口啊，安尼哪会行回家来？啊，你是要去诊间是无？无啊，还是讲哦，你伫咧病床板过，无可能连路拢袂见你啊，对无？啊，我在想办法讲啥代志，毋才会细心。行。阿姐，啊，倒啊就到啊，毋是拄则讲过尔，你哪搁行毋着？ 阿姐，你莫跟妈妈吓惊啦！你来哭干呢？我头拄仔呢，甲你话，你拢袂插我嘛，拢无反应，我烦到你吼发生代志呢。咱要去大门口，要行去门口，要找着门口。哎呦，我啦，咱们是着找着门口。我阿姐，阿姐莫哭。 我靠！你可能真嘞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豆豆怎妈妈讲？你免哦，叫我烦恼。啊，老实跟妈妈讲，啊是什么代志？你还知呢？你嫁来阮大家，原来是我的媳妇，是我的查某囝。乖啦，莫哭啦，你哭嘞。啊，我过几阵啊，我可能连你拢会放袂记哩。